家人们，有位粉丝联系我说，他要照顾一个老汤的女儿，另外的话有两个女儿还在读书，靠自己的老公打一些散工，所以我们今天过去看一下他，走。是的，看了看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你过来。小朋友，叔叔阿姨好。小朋友好。这个是你姐姐是吧？是。哎呀。叔叔阿姨好。哎，烧柴火在这里。小朋友好。这是煮什么？煮给鸡的，鸡吃的东西。哦，煮鸡的。你爸爸妈妈呢，小朋友？我妈妈出去捡柴火了，我爸爸出去工作了。哦，这样子。哎呦，下雨了！下雨了。下雨了吗？哦，你把姐姐推到哪里去啊？推得动吗？推得动啊，推得动是吧？现在下雨了。哎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好。收衣服啊？我还得把它退，我这一准备回去。还进来是不是？给这个给他玩是吧？哦，来你们两姐妹坐这里来，好不好？叔叔跟你们聊一下天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坐这里啊，你就负责照顾姐姐是吧？是。你就帮妈妈，烧柴火，就是那个是喂鸡的是吧？对。哦，你几岁啦？六岁。姐姐呢？十岁。哦，十岁是吧？好乖哟、哦，你就帮着照顾姐姐。你大姐姐多少岁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是吧？哦，读书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是的，是吧？4:30。4:30。哦，那你们平常的话，一放学回来，除了不是要做作业吗？我不用写作业的。不用写作业。对，平时妈妈买些练字的回来给他练。哦，你还读幼儿园是不是？哦，是大班了吗？对，大班。哦，大班。你呢？我四年级。四年级了，成绩怎么样？一般。一般是吧？哦。那顶面那个奖状都是谁的？贴在墙上的奖状呀。那边的是我姐姐的。那边的是我的，有一部分是我的那边。可以哦。我姐姐以前就是学霸来的。你姐姐以前是学霸，那么厉害啊。哦，那你这个姐姐怎么了？你这个姐姐好像有点不会说话，吃饭还要用爸爸妈妈喂的。哦，她不会说话是吧？哦。你们这么乖，有没有什么愿望啊？有没有想要的东西啊？有没有？你想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没什么。没有什么？你不想要什么吗？我怕浪费钱。怕浪费钱啊？为什么呢？这样子我家现在变成垃圾堆了。那你平常买玩具吗？不买啊。哦，那你帮爸爸妈妈做事，平常都帮忙爸爸妈妈做些什么事啊？擦桌子。啊，擦桌子。我还要收拾东西。哦，收拾东西是吧？好乖哟。叔叔过来看你们，看你姐姐，你姐姐现在她不会说话是吧？她吃饭也要人喂是不是？啊，所以的话，叔叔。走路也又不会。哦，走路也不会是吧？走路也不会是吧？哦，姐姐，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我们全家人一起出去玩一趟。出去玩一趟？嗯、想去哪里玩？哪里都行。哪里都行。我觉得你去鬼屋最好。去鬼屋？鬼屋还好玩嘞。你怕不怕啊？他当然怕了。晚上我每次看恐怖，我每次看恐怖片之后，我就出去玩。我就不看是吧？那我问你们，爸爸妈妈辛不辛苦啊？现在辛苦。辛苦啊？谁更辛苦啊？妈妈辛苦还是爸爸辛苦？爸爸妈
爸爸妈妈都辛苦。都辛苦啊？他们怎么辛苦啊？嗯，爸爸出去外面打工时候没有风扇吹的。哦，没有风扇吹是吧？很热，是不是？哦。他睡觉时候还要睡地板呢。睡地板？对，他工作还要睡，大晚上还不回来呢。哦。就是睡觉没有风扇吹，还要睡那个地板，不睡床上是吧？对。你怎么出去打工的时候呢？我爸爸出去打工的时候呢，去各种地方，有时候有床睡，有时候没有。啊，有时有床睡，有时没有。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？有没有想到？想工作。想工作，啊，是工作了，赚到钱呢？赚到钱是？自己去玩还是怎么用？买房子。买房子。买房子给爸爸妈妈住。买房子给爸爸妈妈住，好乖哦，太感动了。那妈妈辛苦吗？嗯。妈妈也辛苦。妈妈平常都做一些什么？大姐姐走路还要。哎，洗那些衣服还要晾。洗那些衣服还要。然后呢，还要炒菜。嗯。还要炒菜。嗯。还要切那些菜。辛苦吗？还要去捡柴。还要捡柴是吧？还要喂鸡。还要喂鸡。姐姐呢？姐姐，你长大的愿望是干什么呢？我长大想当大老板。想当大老板，好有志气哦！当大老板是可以赚很多钱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赚钱干嘛？赚钱带爸爸妈妈住大房子。哦。我带爸爸妈妈住的是豪宅。那叔叔想问你，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？想要钱给爸爸妈妈花。想要钱给爸爸妈妈花。哦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懂事呢？爸爸妈妈平时都没钱。平时都没钱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们、因为他们包里很少。哦，你看你姐姐这样子。对。我长大他还不动，他还不会这样，他还这样子会拿钱给他治病。拿钱给他治病。最可爱就是你了。那个舌头是怎么伸出那么长的？啊，我说你的舌头怎么伸出那么长？那你要以后要努力学习哦。哎，别弄，我说以后要好好的学习，知道吧？你来了。哎，大姐。啊，你好。你哎。你下一锅去。啊，对。啊，谢谢你们关心啊。哎呀。我今天过来，你那天在联系了我，所以的话，我过来特意看一下你家里情况。刚才也跟你这两个女儿也了解了一下情况。啊，好，这个、谢谢你们，确实不容易啊，辛苦你了，谢谢阿姨，辛苦你了，谢谢。这么乖的两个小朋友，我都太喜欢了。是啊，他们这两个就比较懂事啊，对，比较懂事，真的比较懂事，是真的。谢谢来。叔叔这里有600块钱，暂时叔叔就给你们买点东西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啊？我不想买来买去。不想买来买去啊？对。那想让你后悔。那这个，那你就不买东西，这个用来给爸爸妈妈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那你拿着啊。谢谢。谢谢叔叔啊，不客气，这样子的，大姐，谢你啊，没关系，这样子的。然后的话，今天呢，我来的比较晚，然后改天下次我再过来。我大概我刚才也跟他们聊了一下之后，我再下次再过来看你们，好吧？今天也没带什么东西啊，这点心意啊，谢谢阿姨啊，也收下，好不好？谢谢阿姨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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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他就比较懂事。对呀，真的比较懂事，好懂事。他也是。我刚才看了一个在那里，包那个。包鸡饭是吧？一个叫蔡姐姐。那跟他玩一下就比较那个好点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来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再见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再见。下次过来看你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家人们，我现在要出一趟远门啊，去一下湖南老家，然后的话最主要是看一个粉丝，他自己生病的同时他也在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所以的话深受我的感动。我这一趟第一看一下我的父母，第二的话就是去看一下他啊。我们现在就出发走。电梯到这里了，电梯到这里，电梯到这里啊。小心一点。哎，那是琪琪。那是琪琪。琪琪。在这里是吧？哇，这房子很古老了，什么时候建的这房子？啊，这点一点小心，放这里吧。行行行，你坐你坐，我知道你活动不容易。来来来。来来来来，不用，你自己慢点，不用，你自己坐，坐。你也是，自己都这么困难，这么看你家这条件，确实，你看隔壁的都是高楼，然后自身条件也这么困难，还帮助愿意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，所以说。我听粉丝说啊，其实我跟你的话，你也没有从来没跟我说过你自己的病情这一块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也是一个粉丝说你自身也不容易，然后今天特意过来，看到你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，其实像你这种自己都不容易，还愿意去帮助别人，证明你真自己有这个善良的心，有这个有一颗爱心在这里。所以我也受很多粉丝的委托啊，今天特意过来看一下你，了解一下您的情况。您这个就比如说自己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是一个什么样，你可以跟我们的粉丝这些介绍一下吗？我现在是先心病然后单心室，然后动脉导管未闭，然后完全大动脉转位，然后合并肺动脉高压重度，也反正从小就已经判了一个死刑吧，病危通知书都下了好几次，所以的话我这么一直挺过来了，一直这么慢慢的就挺过来了，现在靠的吃药维持了。就这个病的话是没办法给医治，就是说没办法医治好这样子是吧？对，因为这个病目前来说，医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题，然后它也是心血管的癌症，肺动脉高压。这样子。对。就你每个月支出这么大，就是说要，8000来块钱的这个药费，这些药费的话，你自己的话，就是每天你自己是没办法工作啊、干活之类的是吧？对对对，没办法工作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家里吸吸氧，然后。吃药，然后就这样闲在家里面。我们表面上看着跟正常人没什么，是吧？对。其实我们就是说，连残疾人都不如。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，我们的呼吸都是困难的。我们这么多年，我们病了这么多年，然后连一口正常的呼吸都没有，都体会不到那种感觉。像人家。可以运动啊，跑步啊什么的，我们都只能羡慕，都只能看着，然后别人出去玩啊什么的，那我们也只能看着。像我们患者的一个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能够看到正常人跟正常人一样，去外面到处走走看一看。就平常，比如说你这里要从这里走到楼上，走到你睡觉的地方，都会就是说。比较难是吧？对，特别困难，因为缺氧，因为我现在我的这个手指都是
我是缺氧。看到这个变咸了一样的。啊，对对对。这个手指。对，这个是缺氧的状态，以前是非常非常紫的这个手指。对呀、啊，跟我们的就不一样啊、哦。对。那你这么高的费用的话，你这个费用从要是从哪里来？你这么高的费用？啊，我这么高，像我爸年纪这么大了，那还在互任公司跑车，然后当搬运工，然后我妈也在厂里面上班。就是等于说，你整个的家庭的一些重担都放在你爸身上了。他们就每个月，像你爸的收入，一个月像几千，有几千块钱，像你妈，三千来块吧。三千来块，加你妈，如果你妈也是个三千来块，就六千来块钱。我妈没有，我妈最多两千块钱的样子。两千。啊，对。然后。啊，都在外面上班去了。那平常的话，你也就是说基本上不出去了。啊，不出去，因为我们像我们这个情况，一出去就比较恐惧、害怕。这天去街上我都拿快递，去街上拿快递我都叫别人拿。就怕突然就是说要有出什么情况，对对对，就怕突然一下就不舒服什么的。那确实，那就等于说天天就睡床上，或者说，怎么了？心脏心率失常了，心脏跳得有点厉害。那你平常这种情况多不多？这种情况。有时候会有，基本上一两天都会有一次，就这样。那是要吃药还是怎么样？吸氧吃药。吸氧啊，一般这样的情况我都会吸氧吃药。那你吸下氧呀？那你吸下氧，我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吸下氧。哇，你这个确实，那真的很辛苦啊！这样的话，哦。这个是吸氧机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我的话是第一次见这个。它自己制氧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个吸氧机用了有几年了，还是一个病友送给我的。哦，病友送给你的。对对对，这个买新的要4-5千块钱。要4-5千块钱。对对对。这里这么多药都是你，就是说每天平常吃的。啊，对，这个这几种药都是你天天都要吃，每天都要吃，不能断的。这个是呢？哦，这是我上次住院的一个检查。你看他平常像我们平常人没两样，但是实际他的内心真的是非常的。每一呼吸一口都是非常的艰难，然后不是通过这个平台的话也不认识你，这次的话也是通过一次这个小女孩的进行一个帮助啊，然后你也献上了自己的爱心，然后你本身自己都这么艰难这么不容易，你还这么善良的帮助有需要的人，献上你自己的爱心，所以我也是深受感动。这次过来的话，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。什么那个，然后带了一点点爱心，这里3000块钱，然后是我一点心意，好吧，你收着。你听我说，感谢。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在吸氧，好吧，你别动作太大。然后的话，这个你一定要收下，因为的话这是我一点心意，你拿着好吧，拿着。以后的话，如果看。到时候如果看有还有什么我们看能帮得上忙的，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帮助下你。我自己心里主要是你心里负担挺重，我知道，你也刚才跟你聊了，你就是说父母那么大还为你要赚取医药费，你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啊。然后的话，既然事实是这样子，我们没办法改变它的，所以说你自己要放开朗一点，就是说什么都往好的一面去看，好不好？就是说开心一点，每一天要坚强啊，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好吧？好。然后的话，我相信，医学这么发达，以后总会有办法的。
啊，所以你要坚持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嗯，行，我们今天的话，我反正这次回来的话也有一段时间，我会还会过来看你的，好吧？我今天就先过去了，好吧？你不要送，你不要送，你在吸氧。你不要送，你坐着坐着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坐着，我先过去了，好吧？嗯，坐着，你坐着吸氧，好吧？坐着吸氧。好。好，再见。家人们，其实我拍这么多视频，我妈从来不知道。我今天回老家了，我扮成乞丐，看一下我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情。我们一起试一下。哪个人家的？我青春过得不起。还搿啲个啦？阿达，哪个不欢迎？真欢迎。是吧？我欢迎啦。欢迎。阿达，咱们肯定是。阿弟也得的，是不是？唯有将光阴。当早餐，躲过最后的伤。是否青春？可以买。没吃饭。就算青春过得好似。三天没吃饭。三天没吃饭了。大姐，奶奶，心情好，好人一生平安。给个面条吃，好吧。就算喝醉，想起过去，说许多的散言，泪水抹去后，我懂得散言。散念情都在荒废我这一世，我拼命托亲与死同行，空虚的这一生，散念情散。失去我的眼睛，青春终会消失，我懂完这一生。哎呀，我下了骨头。哎呀，我三天没吃饭了。那还行，我先不了。哎呀，痛死我了。还行了，还行了。哎，我华丽来，华丽要衣服做着的。毛利烦恼，毛利烦恼。三年停都在荒废我这一世，我拼命投身于死同行，空虚的这一生，三年停失败，失去我的一切，青春中我的头发发现没这一世。我希望还能再像我的孩子，回到最初的样子，把那些藏在心中的心事，抛给了眼哭中的孩子。我希望还能再像我的孩子，快乐的放开手，那些不满意太难为了。拍个地马来姆。多希望还能再像个孩子，回到最初的样子。阿姨，我三天没吃饭呢。哭着放肆一次。多希望还能再像个孩子。那个麻子，今天我跑进那个瑞文组的人来着，晓得吧？我今天放，我放空了，那个你放一了，我当时放空了。你看老妈都好啊，你看妈都帮我准备了，对，准备了吃的，再准备吃的。兄弟姐妹们，昨天扮乞丐回家的视频火了之后，又有人不跟我出主意了，说要我去试一下我奶奶，看她是有什么反应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三天没吃饭了，
如果时光真的真的能够倒流，我想回到曾经的温柔。如果万事深情你不曾忘却，求求你回到我身边。有饭吃吗？我三天没吃饭了。还不好饭吗？还没有啊。那在你家吃午饭好不好啊？妈糟，还没搞啊。老人家，我这个衣服啊，我晚上能那有衣服吗？这件衣服给我穿好不好？有没有旧衣服？看着你渐渐走远，独自我是这是衣服的吧，你的吧，你不依靠衣服，不依靠衣服不错吧，穿衣服吧，你还想穿不了衣服啊，你想穿吧，那买的咯，那就买的衣服咯，那要怪你哦，那就背心吧，啊背心你还要的，到曾经的温柔，如果忘记深情你不曾忘却，求求你回到我身边，如果时光能够带回你的笑容，我情愿一生停留。那我在你家坐一会儿好不好？我在你家坐一会儿，我等一下我吃饭了，你给个饭给我吃好不好？吃饭好不好？这个钱你给我了啊？哦，您这么善良，老人家。是啊。我说您经常是不是帮助有需要的人？您这么善良。啊，那快来吃喽。哦。那袋子里面有袋子，也可以我袋子还要袋子。哦，这个衣服里面有袋子是吧？哦，谢谢你了，奶奶。不要了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啊！你垃圾哦！我是那个湖北哇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迫不得已没办法，走到这一步，身体不好，真的搞不好。如果时光真的真的能够倒流，我想回到曾经的温柔。如果往日深情你不曾忘却，求求你回到我身边。如果时光能够带回你。还能好吗？我情愿。哎呀，奶奶呀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太好了。我的心只为你守候。如果时光能够带回你的笑容，还给那个柚子的笑容，我情愿用一生停留。好人好报。再深情过的时候，如果时光真的真的能够倒流，我想回到曾经的温柔。这个不是你老人家的吗？深情对呀，你自己要的吗？不要嘞，不要了。求你回到我身边。那我再谢谢你了，老人家。好，谢谢了。你认识我吗？我知道我是谁。哎，你们家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话。我要去看看你们。啊？假的，假的，假头发，对的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你看我像不像你那家一个孙子啊？不是，我出来。不是，我出来。你是人家的儿子吗？啊！我不知道吧？哎，你像不像你嫁的一个孙子啊？老姨啦，老姨。如果时光真的真的能够倒流，我想回到。
说清楚。你俩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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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人